鱼子酱正确吃法。首先鱼子酱放在虎口，香槟，然后再一口香槟。Good。今天就示范海胆搭配鱼子酱搭配和牛的吃法。好，那譬如说就拿这一个好了，同时沾附着鱼子酱、和牛跟海胆。哦，那基本上就是其实就是一口塞就好了。整个融化在里面，真的。那这时候再搭配香槟倒进来，这样就可以。